这里呢是专业麦克风，主播用的专业麦克风，有没有？你看还有古筝，哦，还有电视，哦，还有专业的这些，有没有灯光？有没有相机？有没有？嚯、哦，喇叭、嗯，你们要的什么设备？有没有？你就来找这个老板，帅帅的老板。喂，怎么样？喂 ，Hello， 1 2 3，看，一二，你有什么问题你就打电话问他。哦，还有这个是什么？哦，这个主播会戴这种耳环哦。啊，对啊，有的主播也会。那我可以戴吗？我戴起来能看吗？真的，好棒，好，我、哦、再来照一下这些麦，超级麦克风有没有？麦克斯，而且它的价钱很实在哦。怎么样？你有专业的？什么问题有没有？找他，找他就对了。我们帅帅的老板，好、哦，我要关了哦。